挺深的。好在啥呢？就是中间的话，如果说是离地面的话，有一尺高的地方，有一个垫，把这个垫抱一个也行。就喊他的话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拍了他几下了之后的话，他最后醒了，好像有点醒了。往这边下，在这边都有动。把这个梯子往斜一点，来，里面能扎实。梯子的话，来回这样晃来晃去的，它比较软嘛，他害怕一直喊，我说是。那你是这，你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你，最后这样才上去。兔儿，你站上，兔儿。